Hello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影子现在又要来录《Dark Souls 3》这个游戏了，《暗黑灵魂3》。那大家会看到我装备有点改，因为我现在装备是打外面这个门外面的这些骑士，他们所掉的骑士装备。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洛斯里克骑士铠甲，然后我还有洛斯里克的头盔、洛斯里克的护腕跟洛斯里克的护腿。可是因为我现在负重没有那么，不够，所以如果我换了其他部位的话，我觉得我的角色就会过重。那角色如果重量超过70%的时候呢，你的翻滚就会变很慢。那我现在就保持在69%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在第一只 BOSS 那个巨大狗狗的外面，上面有一些骑士，有一只蓝色的骑士，它会给1000多的灵魂，还不错。我就一直在这边练。然后他也掉了一把剑给我，就我自己稍微练了一下。那升了大约5级吧，然后装备也有换一些。那我们哎按错了，我们就会到下一个地图啦。那我另外发现呢，这游戏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当你一手拿盾一手拿剑的时候嘛，然后盾可以这样格挡，有没有？但是当你双手拿你的武器的时候呢，你按那个把人家格挡的键，它会变成武器特有的姿势，或者是武器的特有技能。然后当特有姿势的时候，你按攻击，它会出特别的技能、特别的招式。然后剑还有影子，有没有？砍的时候剑有影子，不过这个会耗蓝，就是我的血条下面一条蓝条。使用特殊技能的时候会减你的蓝条。那像我的斧头啊。斧头的特殊技能是战吼，它是战吼会增加攻击力。不过我现在是拿那个骑士剑，还不错用啊。骑士剑它砍得还蛮快的，我还蛮喜欢。那特殊技能的突刺还蛮远的，打快灵魂。这些捡到的物品啊，灵魂都可以直接卖给 NPC。是卖给 NPC 还是使？哦，好像是使用。对，我记起来是使用掉，跟以前一样。使用的话，你就会直接得到一些灵魂，灵魂就可以拿去升级或者是买装备。先直走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吧？这样就死掉了。我发生什么事？冲出一大堆狗，把这些人都咬死，莫名其妙。为什么？怪物在自相残杀欸。Oh shit！这些狗狗为什么要咬这些人呢？前面有什么友情？前方友情。前面要当心伏击，我听到这个怪怪的声音，去死吧！狗的速度有点快，可是它的伤害不高，所以还算好对付。为什么我拿盾了还会被打中呢？应该可以挡住的，对嘛？这样才对啊！这有物品，我先拿物品。五片，他们在拜谁啊？前面一条龙，应该都死掉了吧？前面有朋友，你以为是朋友吧？欸，大家都不会动欸，我发现这只会动。Oh, then it's true.A champion of Ash, as I live and breathe. 他没有脸呢，他的脸。To be in your presence is a great honor. I am Yol of Londor, a pilgrim, as you can see. Only somehow I failed to die as was ordained. Well, perhaps my calling lies elsewhere. Say,
champion of Ash. How does the idea of taking me into your service strike you? I was once a sorcerer. Surely I can be of use. 那成为随从。I should be dead. Yet you have granted me I, Yol of Lot. 他应该会跑到我们的城里面去吧？好特别。这边写你以为是朋友吧，所以他是坏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应该是一个支线剧情，就是支线任务。继续往前走喽。里面有一只怪物。这只怪物好像 Bloodborne 里面的怪物，这根本就 Bloodborne 啊。Bloodborne 里面的人物都嘛长得很高，然后拿这种镰刀类的怪物，镰刀类的武器。这在拉是把门关起来的意思吗？看一下，这里。我才不要关，你干嘛要关？所以我们 Dark Soul 3跟 Bloodborne 有连接吗？有没有关联？哎，这么近又有一个萤火，太快了吧！这两个萤火根本就在旁边而已啊，何必呢？啊，那些狗又复活了。萤火做了萤火，哦，狗是这个高高的人放的。绝景万岁万岁，但是要当心前面的等待。这根本就 Bloodborne， 感觉突然感觉在玩 Bloodborne 的感觉。前面等待是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东西吗？我本来想说是不是等一下就会有一些怪物或者什么东西出现，好像没有啊。走吧。你？什么东西你？什么东西？有东西出现吗？没有啊，刷我。小皮盾。这还活着哦，在动哎。前面要当心上面有敌人是不是？哦，好像有敌人，可以过去先把他干掉。嘿，那个提示还蛮有用的。啊，可是我回不去了，真假的？靠！就是走这一半。要把它打下去吧。
然后等一下下面就可以拿它，拿那个物品。修理光粉可以修理装备的吧？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坏过装备。我看到你了。没有发现我，这么好。哎，怎么那么多只？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哦，线！我靠！这游戏有两只以上敌人就难很多倍，一只还好，两只等于好难超过两倍以上。他们空隙会变很少，超难打。所以有敌人的话，最好是一只一只赢，小心比较好。那边有大只的怪物，是不是？好多人哦！天哪！怎么办？那还有一只大只的坐在那边，我有办法偷袭吗？还有其他人没发现，就只有三只。先把旁边的打死比较安全。一只一只对付。哦，六个！大致发现我了。Oh shit！ 他有魔法书欸，他要用魔法了吗？什么鸟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过来了，过来了。Oh shit！ 我靠！啊！不让我补血。他居然还奸笑，超贱！完美，他是一直用法术的，结果冲过去他就开始 K 我。我是使出我的双手剑技能了，冲刺！我也有他要把我打下去，好危险！冲刺斩！还没打到。好丑，踩你尸体，没给东西，这么难打，没给东西。奶奶的熊，有种单挑。这个故事不知道跟 Bloodborne 有没有什么关联。哎呦，这有人哦，先把我们干掉。
他有一个人走上去，我看到了。我错？有两条路哎、欸！我靠！吓到我了！哦，吓到我了！我以为没敌人呢。还有房子，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先。OK， 这也是死路，那就走里面吧。前有敌人在哪里？前有敌人。为什么这位一直扭动？不是都死掉了吧？死掉还会一直扭动？我没有看到敌人呢、啊，是我错觉吗？哎、欸，有东西，把它砍下去。这路好大，场地有点大耶，要走哪里？走这里吧，不能从这一面开启，那不能开，先走这里好了。哦，他眼睛发红，特别强的怪物吗？哎、欸，什么鸟？吓到我 ！What the fuck？ 连那个都会打人了。这个都会打人，这是怪物哎！哎呦，这个游戏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怪物，宝箱有宝箱怪，现在装饰品都可以变怪物。我就知道，这个看起来比较亮。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。那我怎么知道哪一只活，哪一只死？那算了，就这样危险，到处都是定时炸弹。Hello。让我喝一下血。怎么后面也有那个东西？我很想反击，可是都反不到，这个很难练，他那个零点几秒的时间而已。这些东西吗？就没有。有一个肥肥婆，下面放陷阱，超贱，还在上面。走到死路线，哦，这有隐藏物品，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奇怪，有种下来啊！这上面一直放，不要脸。走里面好了，追进来，吓到我！哎、欸，有软鞭呢、欸，鞭子，这游戏还有鞭子，应该蛮好玩的。法术可不可以挡啊？这样好危险！哇吼！哦 ，shit！ 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
前有萤火，在哪里？欸、真的耶，好像有萤火。我先踩这个再说。前无汤，不能从这一面打开。欸，我看到小蜥蜴了，这蜥蜴打死会有冲装石的那一种。我听到它在逃跑的声音，我上不去了。他走过来，好，先打这一只。打背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打背？哇靠，好凶哦！因为他背上背的那一个，所以不能戳他背吗？前面还没绕嘞，我先绕前面。想要偷袭那个肥婆，肥婆在上面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我走这里，是吗？死肥婆，单挑！死肥婆！哦，好强啊，肥婆好强！谁谁脸又吵，肥就算了还吵。哦！这屋子绕一绕，书店有什么好东西呢、啊？这样一个石头碎片，还有四个血瓶，先不用补了，直接走好了。下面没有，好多墓碑。我干什么？干嘛？在干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谁在那边射巨大的枪啊 ？Oh shit! Holy fuck! 完全看不到从哪里射来的、啊。Fuck！ 哪里？嘿，跑过去的意思吗？冲哦！哇，你也太准了吧！真的好准！哎呀，还给我摔下去，奶奶的！被他打到，然后滑到旁边摔下去。天哪！我看他直直飞过来的、啊。哎呦呦呦呦！从那一个塔上射过来的，谁呀、啊？超贱！快滚喽！哇，滚的还是重。
有没有那么准啊？他是预测到我十秒钟后的位置了吗 ？My God！ Holy shit！ 我准备挖回去。塞个娜娜。最好是有射这么准，太 OP 了。他射过来的时间也要十秒钟吧？他已经预测到十秒钟之后我会在哪。那边有东西耶，我想拿，要怎么跳过去？从哪里可以跳过去？不要打我，我要跳过去拿东西。我跳，那怎么回去？哦，险！哦 ，fuck！ 我掉下去了，没关系，东西拿到就好。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东西？有哟，我看到东西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哦，有没得？哇，好多东西！这有一个井，井下面有东西。这只小鬼怎么那么强？跟刚刚小鬼不是同一个等级，还要我打四刀。这井好像可以跳下去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不是？哦，没有。哇的，奶奶的嘞！搓，就你会搓，就你会搓，连搓。哎呀 ，fuck！ 那个长毛好烦。没体力了，发。从那边跳，我跳。大镰刀哎、欸！刚拿到一个鞭子，又拿到一个大镰刀。鞭子是玩敏捷型的，试一下。重击呢？攻击距离还蛮远的。重击跟普通攻击攻击距离差不多哎。那技能呢？我看一下技能是什么。这是双手普通攻击，双手重击，双手重击还蛮远。这个是技能 ，OK， 好远哦，还不错啊，只是攻击性没有很高而已。然后镰刀，镰刀也是敏捷型的，哇，好长的镰刀啊！我以为镰刀是短短的，它这个好长的。双手拿砍的速度差不多，往上打。好，我看他招式，就这样，好慢啊！镰刀的招式不怎么强，特殊效果出血，鞭子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鞭子好像不错，攻击力不高，不过冲上来的话应该还蛮厉害的。好，我先换回来。那个以后再说。啊，走错了 ！Oh shit！ 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，不要射我！快走，快走！呜呼！我想看这边有没有东西拿得出。Oh my god！ 好像是没东西拿。啊，死掉了！哎、欸，没死，没死，没死！哦，快进去哟、哦、！What the fuck！ 吓死我了！
超危险的这个场地。补一下血，虽然我的蓝没了，补一次而已。好了，走吧。等他这箭射完再走。应该不射了 ，OK， 好吧，走了。你没有萤火，我要补血。什么声音？有动物在打呼的声音，可是很大声。奇怪的家伙，前面有装死，有一只大只的东西在动啦，那一定是 BOSS 战。我先走别的地方。BOSS 战前面至少给我一个萤火吧。